全身皮包骨头，留下才只有3岁的女儿。之后的调查还发现 ，Polo 医生的这项移植技术啊，一直就因为安全性问题被很多国家明令禁止。那个塑料气管也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医疗设备的许可审批，甚至他连动物实验的成功数据都没有。